火苗的大中间那个空旷的地方，应该能够看见的。说狮子不避风，它主要是背光。将近四十只，都散了。哇，不止这条边，这么多那个兔子，它不吃啊。是过不去的，一看漏头全跑了。不是，就是这个几个小马在这里。你没碰到我，我把你。它整个熟树丛里头，它跑不快，那狮子耐力跑的耐力不行，就是短。你看人家斑马，即使背光也能照出点啥来。就是大象，看不见。就是大象就只做黑乎乎的一块，看不见的。那斑马真是给力啊！现在感谢斑马了。我们有好多那个好吃那个大象群的那个发现。这个得录像，都不是特别好，都不太清楚。这录像呢，不太一个近景。